大哥，今天剪个什么发型啊？你觉得我能剪什么发型啊？按现在的程度修剪一下就完了呗。修修，那修修怎么能彰显您的气质呢？听我的，做个保养怎么样？打住！不是，这保养呀特别好，你做了以后，你看你这头发。打住！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咱们店里啊现在搞活动，优惠。打住！不能消停会儿吧？啊，你拉倒吧！一天到晚都在搞活动，搞活动，搞完店庆搞中秋，搞完中秋搞十一，一年365天各种名目的活动，你我搞一个366天的活动我看看。听我说，别着急，咱们店现在的活动啊跟以往的不一样，优惠力度特别的大。你看啊，以前是不是只管洗剪吹，这你知道的，现在还管染裤烫呢，消费1000返你300，而且积分满5000还送你护理套装。你看啊，你不有会员卡吗？会员卡还能累计打折呢。你说你现在不办什么时候办？你说吧，大天了我也不会办这个卡的。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啊，我第一次来你们家，我就是想花40块钱剪个头发，结果呢被你们店的店员忽悠的，花了2000块钱办了一个卡。要不是因为这个卡，我今天都不来你家店。我算了一下啊，我这卡里头还能剪40次的头啊，我准备剪完这40次，我就和你家的店彻底说拜拜了。大哥，打住打住！我发过誓，再也不接受任何的推销，你就不用再说了。哎，你就能不能让我安安静静的剪个头发，不要说话了，行不行啊？该这样。哎，哎呦哎呦，个毛啊！你要干什么呀？啊，哎呀，你说，让你说。哥，你掉头发知道吗？我的，那他也不能是我的呀。哥，刚才啊确实是我错了。您这头发啊，估计剪不了几次就得告别所有理发店了。当然了啊，这掉了的头发能长出来，可是就按照您这掉头发的速度，真的悬。啊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等我一下。您看看这几款发型，这不都是一个样吗？一样的发型，不一样的气质呀。根据你的气质，我推荐你来一个孟非的，一劳永逸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有，您听吗？大哥，您慢点，小心台阶啊！以后店里还有什么优惠，记得给哥打电话啊！您放心，老哥，有什么优惠，我第一时间通知您。回见啊！哎，慢走啊！拜拜。刚才刷了多少钱啊？打了5折，1期就4800。哎，记得再补点货啊！嗯，好 ，OK。师傅，听说您刚才又破纪录了，我太佩服您了。呦，行了。话说也奇怪了，怎么最近找你理发的人都掉头发呀？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啊。看好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千万别眨眼啊，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大哥。掉头发呀！哇，师傅，您太神了，您这比刘谦都厉害啊！你呀，多学学啊！严立文电话，他去洗手间了。
别乱动。喂，哎，是我，哎，有什么事？哎，请说。哦，好的，好。欢迎致电深霸洗发水，我是客户经理小严，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？我看到您的加盟热线了，对你们的产品很感兴趣，我想跟您聊一聊加盟代理的事儿。啊，好的，那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。我们能见面聊聊吗？哦，当然，那请问您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。你想法不乱呢，严总，两天不见，鸟枪换炮啊！我能去你的流动办公室参观参观吗？还不是什么办公室？小心我的肚子！要是宝宝踢你，我可不负责任啊！哟，生意做得挺大的嘛，严总，要是乔总知道你都升级成总了，他要怎么做？咱坐下。请。是，我是背着乔总做了点生意啊，卖这些生发水，这我不也是为了生活吗？你一个月提成比我的工资还多，生活好艰辛啊。当然了，这不光是钱的问题，是吧？你也知道，我在这公司已经干了5年了，这业绩再好也就这样，这高不成低不就的。我也是有理想的人，我也想做点自己的事儿。总之现在有公司的收入保底，我还可以做点兼职，你说这何乐而不为呢？是不是？啊，你两全其美了，我呢？看看，要不这样，有没有兴趣？我让你做了客服经理。这样吧，你就说你能出多少钱？你看你这公司就半个约客的，你怎么请得起我？哎呀，这不刚开始吗？约客怎么了啊？咱得向前看。想当年马云在西湖边上做公司的时候，连一位客都没有。咱把销出去之后啊，这直接就从十里铺搬到三里屯了。我看你是直接把车从十里铺开到三里屯。这废话不多，怎么样？你干不干？多少？1000。你宝贝要饭吗？我举报你得到的钱还比这个多，我去告诉乔总。等，最多1500。在侮辱我！2000。你尊重我，我就有这个。2500。你在否定我。这样，最多3000。这3000只是底薪嘛，到时候还有提成。这宝宝的奶粉钱是我的了。早这样不是好了吗？小严立维、罗开开，真的是你们？那还大着肚子？难道这个孩子是？干什么呀？我能干的多着呢。比如，喂，你好，我是严立维。什么？不行，
今天的广告必须得弄完，那今天拍完，明天做后期，后天就要上架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这广告必须在我们产品大规模上架之前一定得上网。 Understand？ 拍广告啊？哎呀，你怎么什么都干，连广告你都拍？这不节约成本吗？你看这种病毒广告看看都会了，想死。我想到了，我能干的就是女演员。哎，你们需要女主角吧？我可以啊，我不需要钱，只要把我拍得漂亮就行了。我已经找好了女演员了，人家专业的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去告诉乔总。哎，别！哎，要，但就是没这么多钱。没关系啊，就让你们看看一个广告女神的诞生。我看是广告女神金。时间到了，走走走走走！什么呀？这是火急火燎的，干嘛呢？干嘛去啊？这是！别挡着我赶时间！起开，起开，起开！这什么毛病啊？这是吃错了药了吧？啊！刚才手机给我。哪个？剧组那个。快啊！没有啊。没有？没有？没有？去哪了？走了，高主任。嗯。哎，严总啊，那个女一号穿多大号衣服啊？我们马上要去订服装了。女一号？对啊，不是你新换的那个吗？就是那个叫胡娜那个。胡娜？哎呀，你赶紧的吧，还有，千万要把你们那个产品给我带上啊。不是，什么产品啊？喂，不是，我是严立维，是他在外面接私活，跟我没关系，我是被他强迫的。你们背着公司接私活啊？不是不是，还有罗开开。哎，行了，别说那么多废话了。怎么样？这回我抓你们仨一现行吧。我现在就告诉乔总去啊。别，老高。哎呀，这个咱有话好好说嘛，是吧？嗯嘛，我跟你哪来那么多好话呀？哎呀，快来帮忙啊！对不住了，老高。快点，来使点劲，哎，来，快点出来。小斌，哎，不是你够厉害的，我合作这么多理发店，就你们店要的最多，这个出货最快。哎，有什么推销秘籍传授一下？嗯，这行业机密没法说吧？那立邪万岁！啊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哎，对了，啊，这是这个月的提成，谢严总，看一下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您辛苦啊，电话联系。哎，慢走啊。
喂，王导。严总，这回死了，摄影棚那边出了问题，不让用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那我们去哪儿拍啊？没辙呀，咱这预算太低了，一时半会儿真找不着。啊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我想想办法，我想想办法啊。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非要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哎，麦这个拿了，不许乱咬人，不许不冷静。啊，绝对不行，这是我的私人领地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答应的。哎，动作快点，动作快点，行不行啊？哎，我的房间，严立伟，你给我个痛快的，不要再折磨我了。我给你场地费，算我租你这儿。再说了，我也住在这儿，我有一半的房屋使用权。你什么时候给过我房租啊？我以前要拍广告啊，拍完了就有了，给你了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总之，你赶紧让他们离开我的领域。哎哎，劳驾，这个沙发用一下啊。来，哥几个来。不是，不行不行，这沙发我刚洗过的。胡子，我们就借用一下，这是最好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准啊？那好吧。早这样不就完了吗？好吧。不能去，好啊，先挂了，挂了，挂了，挂了啊！严总，那男演员又来不了了，说让别的组给抢跑了，大特约，说给的比咱多。什么？这么没有职业道德啊！哎，你不是跟他签约了吗？没签约，这不是为了省钱吗？那怎么办？哎，我觉得您形象不错，不行您上呗。我形象什么不错？我上什么呀？这是生怕洗发水，我这个谁信呢？可是咱没人了呀。哎，严六威，咱们有多合适？哥哥，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谈一谈？嗯。来人呐！杀人啦！救命啊！严立伟，我告你非法集聚、侵占人权。想不想要一个挣钱的机会？说吧，让我是杀人还是放火？男一号啊，我是不是得涨价啊？涨点价，涨价、啊？嗯，行。哎，杨磊，你看这剧本上给我画成这样了，是吧？这造型也不好，你说我万一上电视，然后老婆看见了，她呲的我怎么办啊？行。不，你别冲了，你算我没说行吧？算我没说啊，我错了，多少涨点儿。行。别冲了，别冲了。行行行，王导可以开机了。以前我和他上街，别人都以为我们是妇女，可是自从他用了生霸生发水。现在我们一起上街，别人都以为我们是姐弟。生霸生发水，他好，我也好。其实说实话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对生霸是非常抵触的。因为我觉得不能你让我用什么我就要用什么，尤其是看电视里广告，那个人用完洗发水以后，哇，头发变得又黑又柔又亮，完全是假的，完全用的是特效。后来我太太向我推荐生霸生发水，
我用完之后，哇，头发真的变得又黑又柔又亮，完全不加任何的特效。所以我向你们推荐生霸生发水。生霸生发水，谁用谁知道。穿过你的黑发和我的手，照亮你昏暗的双眼，滴我的眼。如胡子上要是抹一点点长胡子。乔布斯。喂，您好，我是0603号话务员。哦，您的订单已经发货了，请在3天之后查收。不客气，再见。林立伟，这两天生发水和生发精卖了100多套。不过很多人反映用了之后掉头发，那万一不好使有什么问题吧？不可能，我们的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的质量认证的，各项证书都有。治疗嘛，旧的不去，新的怎么长得出来啊？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喂，您好，我是0603号客服呢。啊，你们这是生霸吗？对，我们是生霸洗发水。这个我用你们产品已经是2个礼拜了啊，怎么我这头发越掉越多呢？啊，稍等哈。彻底呢，那个毛囊刺激的就越厉害呢。那这个比艾草长胡子呢，才长得越猛哈。是这样啊？不是，可是我这个我早晨一照镜子啊，我这个头发一大片一大片的掉，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从哪掉的。对，这样就对了。恭喜你哦，先生，这已经见到效果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对了，先生，我们现在还有活动啊！你们也搞特惠活动？对呀，我们是亲情返利回馈老客户哈。只要你一次性购买2个疗程呢，我们就送您一支由 ISO 认证的神奇生发手镯呢。只要您配合我们的那个生发水一起使用，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呢。哦，小心哦，每天不要佩戴过久哦，会长手毛脚毛。真的假的？
各位，这是我们这段时间赚到的利润，千万别眨眼。我的老天哪！为了这个场面，我特意把所有的钱全换成了十块。这么多钱，太刺激了！瞧你们一个个把人做的，没见过吗？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往后我们要赚更多、更多的钱。这话说的太对了，今天我一定要奢侈一回，我请大家一回，谁也别拦着我。服务员，上果盘，要小号的啊！各位，Let's party！我们的广告马上就要上线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的产品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，胡娜，你会变得越来越有名，而我们每一个都会越来越有钱。你哭什么呀？我终于可以给我老婆换个大房子了。哎，我终于可以给我妈置备嫁妆了，我终于可以买包包了。哎，王娜，这边可不可以接网络？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十、九、八。七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show time。以前我和他上街，别人都以为我是妇女。哎，那个好胖，我要那个。哎，那个，我上街一点都不胖哎，特别好看。那个都要，我要钱。小美，又跟你爸爸遛弯了。可是自从他用了生发生发水，现在我们一起上街，别人都以为我们是姐弟。我要那个，没钱。你拿那个，没钱。演得好啊！你们这是生发吗？对，我们是生发洗发水。罗开开，你们居然背着我合伙搞兼职！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干杯！干杯！庆祝我们成为有钱人！哎呀，刘雷啊！赶紧把这钱分了吧，啊，落袋为安。那我来分，我是会计。这个行。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个机会，让我数啊！好久没有数钱的感觉了，每天最多数到五。不是各位，这钱不能分。叶立伟，你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不说好了吗？钱一到咱们就分吗？太不像话了！来来来，分了！不，停，大家听我说。
如果我们现在把这小件分了的话，那我们还是从头再来，还是小打小闹。我们要把这些钱去进更多的货，然后赚更多的钱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分大钱。所以这些钱我不但不分，我还要再加钱，我要入更多的股份。你们呢，各位？阿敏，我跟。全部。我呢？那我也跟。反正信用卡可以透支。没卡怎么办？老高，那你就靠边站站吧。当当，你呢？那你欠我的房租就不用给我了，就当我投资了。明智，来，各位合伙人，今天是我们事业起飞的第一天，很快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公司，我们就不用再看乔雨思的脸色，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成功干杯！干杯！不用看老乔的脸色了，想一想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消费者协会吗？啊！我要投诉，我要举报，我要举报一种生发水，它叫做生霸。对，什么？很多人已经投诉了，那太好了，算我一个。我还要举报，举报他们做的是虚假广告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里边那个演员他压根儿就不是秃顶。要证据，证据我提供不了，反正我就是知道。我提供不了证据，我就是知道他不是秃顶。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没有证据，但是我的的确确知道他不是秃顶。哎，我没有证据，我要证据。哟，严总来了。严总，快让进，让进，快，严总，坐坐坐坐坐。严，哟，你脸色不太好啊。出事了。这儿啊，说呀，生霸因为质量问题被消费者告了，消费者协会一查，说这都是假冒伪劣。你不是说生霸已经通过那什么什么什么认证了吗？那全都是假的。更要命的是，工商已经把我们那批货全都查封了。那我们白虎那钱呢？没了。那我的卡呢？还有我的卡。也没了。哎呦，幸亏我没卡。啊！我的卡。回来了，看你们的脸色，好像是午膳用的不是太快乐呀。那我就给你们好好的提点干劲儿，请看大屏幕。生霸生发水，我用完之后，哇，头发真的变得又黑又柔又亮，完全不加任何的特效。所以我向你们推荐生霸生发水，生霸生发水，谁用谁知道。说说吧，大家有什么感想啊？串，我挺上镜的。哦，那是挺上镜的。我挺帅的。亲身上阵拍摄广告，看来你们是被这款产品深深的折服了，啊！太好了。
是和大家在开玩笑呢。大家的表现让我由衷的相信这款产品一定是很有前途。我决定公司全方面的代理这款产品。啊！为了能够让大家有最直观的感受，我花了4000块钱买了一个超级大套装。来来来，大家好好的体验一下。您说的体验一下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大家一起试用一下。那要不这样，我们每人拿一款产品回去试，然后把体验和感受都记录下来。哎，对对对，乔总，这么好的产品是吧？我得拿回家跟我老婆一块分享是吧？就是，这么贵重的产品，我拿回家细细的使用，细细的记录。对对对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都迫不及待了呀？那就不用回家用了，现在就用好了。老爷，哎，乔总，挺贵吧？4000块钱。说这个往我头上，我都老不吭叉了，对不对？你买这个给年轻人，给他们使的。哎，你看这广告里头说的，是不是？这妇女都变成姐弟了，现实生活中你用咔嚓，你就大叔变欧巴了。你要给年轻人带个好头啊，老高。看起来都像用过的，所以说是试用的嘛。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没有用过。第一次给了你了。乔总，一会儿我还有几个大客户要去谈。如果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的话，有损公司形象，我就不弄了。现在这个是公司最大的业务，其他业务统统给我取消了。啊，少一点，少一点。哎，可以了，你多点效果更好，一次到位。孕妇就不用洗头了吗？孕妇就不用洗发水了吗？孕妇就不能使用化学产品，化学产品会影响宝宝，让他变成畸形。畸形啊，乔总，难道你负责任吗？我负不了责。楠楠呀，你是我们这里的唯一的一个女生喽。不，乔总，我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早用早知道。出门忘了涂口红，结果碰到了严立维和罗开开在车震。后来发现他们并不是车震，而是合伙在卖生发水。然后他们不让我说出去，我不肯，他们就说让我演广告的女主角，我就答应了。肖总，我就是个演员，一切都是严立维带的头，罗开开和高毅是帮凶。你个叛徒，你叛徒，美女叛徒。我也不想当叛徒啊。但是就算天怒人怨，众叛亲离，鱼死网破，我也不能让自己掉头发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啊！如果要我像你一样掉头发，我宁愿去死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！我什么时候掉头发了？我哪掉头发了？我胡闹！你要当叛徒，你就当叛徒，但麻烦你早点叛变好不好？别等到我们几个都变这个样子了，你再叛变。这就是背叛老板的下场。哎，你们在做什么呢？是那个声霸这个客户资料，赶紧销毁信息最正。
对，别碎了！不，为什么？我代理了一样新产品。什么？你还要卖生发水？不，我再也不会代理生发水了，风险太大。这次，我代理了一款假发，这些客户将是我们的潜在对象，这些资料会成为我们的第一桶金。哎，这好人。 这无独无害呀，是啊，乔总一口气扣了我们一年的奖金，怎么活呀？还不得赚点外快吗？啊，当然这事儿啊，千万得保密，不要让乔总知道。嗯。这头发整理也太浓密也太快了吧！ 假生发水这么好用，咱们的假发还卖得出去吗？等等，原来是假发。 真的要发大财了，大哥，好久不见了，咱们店啊最近在搞活动，优惠力度史无前例的大哦。你还有脸跟我说这个呀？瞧您说的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弥补上次的过失，好不好？千万别动啊，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 怎么样？莹莹年轻了20岁，嗯，大哥，您现在办个卡，我给您打个折上折，各种发型应有尽有，怎么样？帅不帅？嗯。